大家好，我是思琪。这次隐退珍藏版有两个版本，那这个封面呢，对我来讲是棒球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刻。那还记得那一年的经典赛，从日本队投手田中将大击出关键的自胜一击。谢谢各位球迷，还有很多的老朋友。那我要邀请你们一起来珍藏这个关键时刻。哦，对了，在签名版本中啊，全台只有16本有 Game On 的字样哦。